天卫一号，天卫一号，人等了他，是他，竟然在这里。好，周思辰团队，天卫二，黄楚天团队，天卫一号。 宇浩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宇浩，你还能比赛吗？霍宇浩团队，天卫二号。我可以。到比赛去比赛。以淡化冰的天。抽到同前卫的团队。 为了和他同台竞技，他极有可能进入冠军争夺赛的舞台。这场比赛，我一定要。霍宇浩团队对战周思辰团队，新生考核半决赛。 一年级十班，周思辰；一年级十班，曹景轩；24级15级强攻系战魂师；一年级十班，龙翔月；22级战魂师；22级敏攻系战魂师。 宇浩，这就是来客学院最初辉煌的史莱克七怪之首。你今天怎么了？你和那个淡化冰认识？宋仲直，白虎战神戴沐白，他的传奇重，但是你知道白虎公爵一族的历史吗？原本是星罗帝国的皇爵。 白虎一族为帝国险些亡国，国内几大宗门联合，几千年前的一场大战中，那时白虎公爵一脉人相助，挽救了帝国。当时的白虎皇帝退位让贤，将帝才凋零，权力也被削弱，也就是现在的星罗帝国皇室，帝皇之位。 让给了当时评判大元帅是邪王替大公爵，永享富贵，而他被先皇封为是。戴华冰，就白虎公爵戴浩这个坏蛋的儿子，就是邪魔白虎戴沐白的后人，这一代白虎。
我不承认戴浩这个父亲。那你和戴华斌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？他就是个混蛋，两个人相依为命，我和妈妈孤苦无靠，他还是很阳光地面对每天的生活。尽管如此，无灾地度过这一生也就可以了。觉得只要我们俩能够无病无白虎公爵府做佣人来养活我，可没想到妈妈原本想在那里受到了非人的对待。在这公爵府内，你不，霍云儿不许在这。妈妈，我去帮你晾衣服。不配，真是长大了越来越，我的雨浩真，你要干什么？狗，混蛋，不长眼睛吗？没看到公爵府哪来你这种野小子？那少爷回来了，滚一边去！得罪的可是夫人的儿子。给我狠狠的打。真是晦气，以后看见我们少爷要绕着道走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我此生一定要为妈妈报仇。那是我妈妈的人。谁？听到了什么？你怎么了？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似乎来自某个遥远的虚空，但又似乎就在耳朵，像是一声叹息，声音有些苍老。你是不是幻听了？别，没人呢。现在还不是对付他们的时候。对了，咱们现在就去报仇。不行，要做的是变强。我不要死，这里是史莱克学院，我现在打败他们，私下报仇，而是要在比赛里堂堂正正的打。汪东，我会保密的。我当你是兄弟，请你替我保密。Thank you.
决赛。就先这样。听说你们顺利闯入了决赛，走，我们去吃顿好的。明天菲娜冠军怎么少得了我？潇潇，潇潇，我们冠军争夺赛的对手，运不好。这就是一个一环家伙的啊！这种程度的决赛，即便获胜的队伍，很丢脸。胜，对你我家族而言，其实有点。你们又是什么人？速速报上名来！我不与无名之辈多做纠缠。一年级五班，崔雅洁，控制系战魂师。一年级，敏攻系战魂师。街舞班朱露，强攻系战魂师。一年级五班戴华斌，强一定能打败这个可恶的家伙。打三环又如何？我们今日虽然这支团队率领的团队，但比拼整体实力，我还是对曾经击败了两支由魂尊新生时怎么看，更看好戴华斌这个。钱多多副院长，你不让我任选一名新生加入魂导系，不如这样，要是另一边赢了，三年内什么叫你们武魂系的人，他们只是如何？你这是又觊觎上我们武魂系的人了。没戏，你们武魂系只是进行基础教新生，三年级的时候才会决定精修呢。那我们就更得各凭本事了，别那么远。选中的核心弟子也不挑那些二年级毕业前就达到绝情啊，老爷，我保证不挑你已经这样的。你每年少挑了到三十级以上的行不行？哼，没有武魂比较好的学员，魂导系你也知道我们那个计划了。你就算做出再好的魂导器，没人驾驭的。小子，行吧。别让我们魂导系失望了。一个三环魂尊，你们班那个七宝琉璃，他可是本场决赛中唯一一块魂骨。丽塔也是三环。可你不照样输给我？可是实打实的强攻，我看你能得意，宁天只是辅助。戴华斌，比赛开始。白虎，你多久？不提。强，第一魂技，你的力量太弱了，不，
不像个男人。一个回合就能结束战斗，九凤雷哼，他们太弱了。石虎啸第一魂技，果然我的速度突然下降了。速度变慢了。看我的！第一魂技。千万别看他的眼睛。魅惑。小仙的技能被阻断了。九。糟糕，每多一个魂环尾巴就会多一条。九尾狐武魂在兽武魂中可是高等的存在，崔雅杰虽然只有两尾，实力也就更加强大。梦来云霄还是大材小用，但阻断只附加了一个魂环的九凤，是我问你的。住，你还能坚持多久？这句话应该白虎第二魂技。第一魂技是力扎刀，武力攻破强攻对强攻两、这种力量的差距太明显，邪猫白虎对的主攻手正面硬碰硬，对抗显然是极不理智。可惜戴家的强攻魂技极致阳刚，正面先管好你自己吧。轰动戴华冰阵飞王东二环的朱露对上那个一环的小子，阻断萧萧二魂，一个回合的交易。